弯弯干啥呢？哎，哟，学习呢。你看了咱节目里这么多好吃的，哪个好吃的是你在晚上特别饿的时候就能想到，首先就想到特别特别想吃的？行，有吗？这问题我了解了，但是我也想先问你一个问题。哟，啥问题啊？就是如何能像你这个年纪了还能保持得这么美？怎么着？我这个年纪怎么了？不能吗？不是，姐姐不是这个意思。不要叫我姐姐，我没有你这种妹妹。你说你是哪个最好吃？你快说。那个羊肉串，它烤的那个，哎呀，就是外焦里嫩，那个冒油，滋啦滋啦的。街头霓虹变幻，炉前炭火不息。同长沙、重庆一样，只有入夜的时候，锦州的城市性格才显露出来。白天穿行于高楼大厦的都市人，夜幕降临后吃什么，锦州人完全是不言而喻的。而那句“走啊，吃烧烤去”，使对世界的质疑都带着烟火味儿。羊肉串凭啥能席卷大江南北，稳坐烧烤一哥宝座？跟羊肉本身肉质润嫩、油脂异香撇不开关系，再配上炭火透烤、明油加持，飞撒干条之后，辗转翻腾几个回合，最原始的烹饪香型伴着油泡激烈渗出，一手羊肉串完美起炉。羊，爱吃羊，当然爱吃羊。哎，你爱吃啥呀，左腾？羊汤了。你爱吃羊汤？对呀。为啥呀？汤汤水水的多好吃啊。哦，喝的热乎的。你爱吃羊呗？必须的。行，好嘞，下次我也带你喝羊汤啊。出去可以放料了？为啥用？我能看一眼吗，哥？可以啊。一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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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。啊，葱，姜。花椒、桂皮、香叶，啊，大料，大料，哎呀，还有草果，哎，这不是草果吧？这不是草果，这小肉扣，小肉扣是吧？啊，小肉扣，这料研究挺明白呀，都把肉扣敲碎了啊，更有味儿。都是温补。更多的我也不想偷学了，都看多了啊，都看多了。哎呦，就这个羊汤呗，哎呦。瞅着挺好吃啊。所以说这锅不能完全算是我熬的，但是我虽然我参与其中了，比如我打沫子、放料啊，是不是说？主要工作都你。对，包括喝汤啊。哎呀，你别说，还有点小感动呢。哎，是不是得加点什么调料啊？一般喝羊汤。胡椒粉。啊，加点胡椒粉。上楼吧。哎，给你来点。好嘞。胡椒粉。哎呀。还有需要加点，你要辣椒什么的要不要？你想吃辣椒吗？我先不吃，我要尝一个原味的。对，来点味精就行，本身汤带咸味的。哎，这点哇哇上人啊。对，这都全都装满了。点了。干嘛？太好喝了。不好喝我能带你来吗？太好喝了。我以前也喝过羊汤，但是我就有点受不了那个羊膻味儿，喝一口就有点腻得慌。但这个真的就很清淡。那当然了，哎。还没加一样东西吗？还要加啥呀？那个辣椒。哦，还加辣椒。来，我给你倒一样，加点辣椒。嗯，马上感觉又不一样了，非常清新清爽。加点辣椒，我可以再加点香菜，我爱吃香菜。特别清爽的辣椒。哇，再吃一口，满满的这个。朱哥，对他来说，你还爱喝吗？我们基本上每天每天也都喝。